情真的太治愈人了。雪晴说被秦霄贤背景十分感动。又过杆了。哇，太感人了，真的，这个太感人了。那确实他挺劲儿。练了老秦不觉得自己厉害，反而是一直在肯定雪晴。没有多，其实没有，你没有你认为的你那么沉了。谁跟你说的呀？就是，不要回忆，反正就是，没有必要回忆。正常男的都能，只是他不行。对，对我只是说他不行。点击左下角观看完整版视频。